小烈跟田浩是在赛前有没有伤势的原因没有办法？我们现在最现阶段的目标就是一场一场把它赢下来，然后让我们自己团队可以越来越好这样。陈佑伟、林书豪、王绿翔、铁米以及温德是今天钢铁人所排出的先发五人。外围跳投没进，温德的篮板球，地板给球，陈佑伟空切上来。陈佑伟绕了一个弧线，地板给球，林书豪杀入禁区得分，五个助攻。哇，这又切进去，转换攻击来了，温德的结果是很放枪啊！看一下他为什么会。因为对的是高国豪啊，对啊。右尾，斜右边，这一次的插板漂亮。他遇到的问题是，当高国豪被手指之后，拉开只差七分。陈右尾面对高国豪的防守，这个防守好。好啊，Tino变成加瑞打到三号位，对位到正如就有身材上的优势哦。点刹不住车。后门开得起来吗？没有问题。我今天感觉后卫攻做一个 early offense， 我右尾的冲向篮板，铁米再杀进来要到哨音，可以好好的来运用，打得更加强势。当然这一次是出手的犯规。铁米拖车进来，裁判要到哨音，这是一个 and one。文德在篮底下这一次没放枪啊。哇，看到右尾，右尾又把球抄走了，前场的快攻机会，自己上篮得分。哇，这个上篮的我怎么觉得走？右尾精彩的见缝插针，这个球蛮明显是不能传的，应该要给嘉瑞。大家都知道他要切啊，所以球被夹掉了。右尾前场的机会上篮得分，右尾交给孙思耀，篮底下的铁米接火，温德。背筐没有机会再带给右尾，右尾杀入禁区抛投得分。这个上半场多次奶油手，但是在下半场有回稳的迹象。那今天赛前的时候，豪哥也有跟我们讲说，不要想说一集就把人家打倒这样，那就是要让我们就是叫我们要有耐心吧。然后我就在场上就是掌控节奏啊，然后让豪哥可以适当的休息这样，就是都会注意豪哥这个点嘛。那自己持球啊，或者是突破进攻的责任就要更重，就是因为对方都不太会去守我或干嘛的，就是自己要把握这些空档。豪哥来之后，就可以帮助我在进攻或防守都可以。比较就是分担我一点，就是之前的一些责任这样。那自己也是就是把握自己的机会吧，然后就一场一场，就是每一场都尽全力这样。對